又跑来跑去。哎呦，终于不撸狗狗了，早上改撸车车。有车车可以撸，就不用撸狗狗了。永平俊，哦，早安。今天小永群睡到7点多，7点多就起床了。干嘛？坐，好坐，妈妈坐。你要干嘛了？你要看你自己。要。小永群早安。对。小永群群吃早餐，来喝奶奶了。小永群群肚子饿饿了哈。小永群，我们来吃午餐。哦，汤匙来给你。肉肉。对，里面有肉肉。今天是鲑鱼炊饭。哦哦，波波，你的红萝卜掉了。奶香鲑鱼炊饭。然后里面还有四季豆、红萝卜、空心菜。鲑鱼啊，都弄得那么碎了，你还要挑啊？对，还有这个啦，玉米笋，自己挖，你要自己挖，来，对，肉肉，嗯，有肉肉，对的，对，自己挖，那、嗯、然后太多了，你就往前，嗯，没错。就是皮可以吃，那个可以吃。你不要，没擦，那个没事啊，没可以吃啊。嗯。那、啊、不要再吐出来。我不吃玉米笋，这个不要。自己吧，来了，这样好了，你这样自己吧。妈妈，有，你看，妈妈，别，你不要玉米笋，是哦，真的哦，你是不吃玉米笋的小朋友，可恶。妈妈，小永群吃晚餐，今天的晚餐来。小松菜猪肉饼，妈妈，然后妈妈，然后玉米笋、四季豆，嗯，这个，开，然后蛋，水煮蛋，跟白饭。今天试试看让小永群拿筷子，来，要不要拿筷子？来，你先拿，那你自己先拿。蛋，好蛋，你要蛋。还是牛肉肉，嗯，会不会烫烫？还好。肉肉。
你用筷子夹夹看。我筷子夹。就这样吧，先算了。彩彩要吃，好，赶紧给妈妈。你可以吃啊，乐乐，小玉米，乐乐，又乐乐，是你，小小球球满意的，风调夜火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那是月亮，对，是月亮。波波，波波，波波家有月亮。风松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这是唐朝的诗，叫张继写的。月亮落下去了，你看，月亮。不见了，月亮要下山了，乌鸦也开始啼叫了起来。这时满天降着细细绵绵的霜，江边的枫树和渔船上的灯火正照着因为忧愁而不能入眠的我。就在这时候，姑苏城外的寒山寺半夜里发出的钟声，一声声的传到我的客船上来。小咏群，好，再一个，天净沙，来，你看，枯藤、老树、昏鸦、小桥、流水、平沙、古道、西风、瘦马，夕阳西下。断肠人在天涯，这是元朝的马致远写的。枯黄的藤蔓缠绕着老树，你看，这是一只老树，树上有一只乌鸦，毫无目的的望着苍茫的远方。小桥静静的横跨在河流上，河水潺潺的流着，流下一望无际的田野沙洲。独自走在古道，西风吹着我和那匹瘦马。夕阳渐渐的西下了，在广大的天地中，只剩下我这个人伤心独自在流浪。好了啦，我听到。好了，滚滚。好了，滚滚，你滚滚啊！这是滚床的，不要这样到处乱拿。我睡觉了。滚滚。有群群，好，水水喝完了，你也准备要睡了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滚滚给妈妈。滚滚明天呢？明天再给你，好吧？呀，你要睡觉啦，赶快。小勇群晚安呢。Good night， 你的嘴巴。你水水赶快喝下去，你水水赶快喝下去。No, 好了，滚滚给妈妈了。好了，你赶快睡觉。小勇群晚安，赶快睡了啦。可爱，小勇群晚安啦、啊。小勇群坐旋转木马耶。Honey, honey.
人生第二次坐旋转木马，第一次是跟妈妈在儿童乐园，我自己这一次是自己坐。嗯，要扶好，对，扶好，还跟小姐姐一起坐。莫名其妙，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哦，没了，没了。